我爸我妈这两天都生病了，所以我肩负起了照顾他俩的重任。怎么样？你这个嗓子呢？多喝点，多喝点。你好，你有什么需求？要，这个呢？我搞笑一下，调节一下气氛嘛。给，又咋了？嗓子痒。那你多喝点水嘛。渴了不管用。那吃点药，吃点止咳的药。撕了也不管用。我有办法。哎呦，叔叔，拿点那个，不用钱，冲呀，回家。给，你不是嗓子痒吗？吃点爪子，让他帮你挠挠。你皮痒吗？我要帮你挠。不要。你再测一下。不用测，我好着呢，就没哪块是不舒服的。你看能不能跳？快给我倒杯水去。不要保护我自己，生病了真的好难受。好。对了，来找我干嘛的？你看，这个心呀，39度。快躺下。脑子没烧坏吧？脑子还好，但是我嗓子很痒。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有了。你帮我慢点。快点等着吃，让他帮你挠挠。啊。